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Yeah, stop machine. I have no idea what he's doing. Well, as long as they're spotting each other, you never ever want to live without a friend. But oh, yeah. Yeah. Well, so there's Oliver. Hey, that call. I said, oh, I told her she was doing this stuff. Yeah, I think he's so Oliver, you know, he's not here, so he did his best to compose the numbers that were needed. Hey, Kelvin. Oh, Bill. Call mommy or call Mia.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hat?哎，刘老师，你还在那边吗？啊，我在，陈老师。好的，好的。你看一下那边，如果说那边的准备好，咱们都可以开始了。嗯，我已经 OK。OK， 好的，我把这边的我这个窗口关一下。嗯。OK， 好的，那刘老师，咱们就先开始。然后那个，首先还是祝大家这个元宵节快乐啊！这个我们好久其实没有做这个讲座了，其实我个人其实很喜欢去分享。你觉得他声音很好听，思维对吧？去分享这个项目的东西。对，然后呢，这个但是中间呢，因为同学做的项目呢比较多，中间一直其实真的是没抽到时间，是好好把这东西整理一下。正好呢，因为现在这个阶段等于说今年2023到2024的申请啊，就到了一个算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阶段嘛，就是很多同学的早申啊、EA 啊、ED 啊，包括一些提前的那些录取啊，都有结果了。然后看到很多同学的这个成绩很不错，所以说我就特别有这个动力和信心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后边呢，下面两三个月可能还有陆陆续续更多的结果，所以今年这些我知道这高中同学一般来说现在这个压力比较大呀，然后有的可能还是比较紧张，但是我觉得只要说你这个有好的付出，我觉得后边的结果都没有什么问题。 OK， 所以说也给大家鼓鼓劲儿。整体来说我们其实看这两年同学就是一届一届的录取啊，尽管大家总觉得好像这个越来越卷啊，压力越来越大，但其实我感觉这个结果会越来越好，尤其今年跟其他一些同学和家长在分享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感受，好像大家之前觉得这个压抑啊，这个很受这个挤压呀、啊、这个越来越不利啊，但好像今年这个每一年的形势会越来越好，所以说一定想给大家一些信心。 OK， 所以我就直接进入主题啊，就是今天我们还是主要想分享，就是说同学们做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创新的科研的，甚至有一些创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
一方面呢，就是看一看大家的这些思路啊、想法呀，给其他同学和家长做一些借鉴；另一方面呢，也是说想看看大家，就是利用这些项目呀，对自己的申请啊，怎么去突出自己的成绩啊，取得一些比较好的成绩。对，所以我就是准备了一些这个例子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 slides，我就直接开始说了。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可以，大家要么就是语音也可以，要么就是在聊天窗口也可以。然后另外呢，我们的那个负责运营的李老师也在线。所以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也可以负责大家，跟大家一块儿去做沟通，好吧？所以我就这边就直接就开始，然后呢，稍等一下，我这边这个窗口有点多 对，所以说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啊，就是咱们先从这个申请说起，因为这个呢，毕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呢，提到这个申请啊，大家当然了，这个期待都很高啊，都想去名校，但是呢，大家同时觉得非常焦虑啊，也这个压力比较大。那而且呢，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学的申请，大家也都知道，它要求的东西比较多，有的时候呢，大家感觉找不到这个方向和重点，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尤其是说咱们经历过国内的高考的话呢，就感觉其实国内的高考呢，其实非常透明和清晰，而且比较单一也很简单啊，我们就以分数来去评分啊，去排名就够了，所以到美国这边呢，有的时候总是大家心里面没底儿，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但同时呢，我也想帮大家就是说。稍微简化一下这个就是申请的这个核心吧，就是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呀，包括我也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就相信大家就能理解这样一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申请我到底准备什么，它是怎么操作的，然后哪些东西更重要。对，所以说呢，去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呢，我就是给以前给有些家长可能分享过这个数据，就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美国大学申请啊，它的这个。各个学校，尤其这些好的学校啊，它的这个录取率呢，肯定都是比较低。而且呢，它申请的人数其实很多。所以我分享这两个数据呢，一个是就是这个 Stanford，一个是 Harvard，它这两年的吧，这些就是 early 也好，或者是 regular 也好的这些录取率啊，那大家能看到，这每年大概录2000多人，然后呢，这个录取率大概就是4%。但是我这里边想强调的其实是，就是整个申请的人有多少。比如说，你会看到 Stanford 每年申请人将近有5万，然后 Harvard 的话大概有4万左右，大概是这样一个规模。所以说，假设说我们换位思考，我们是招生官的话呢，假设说这个 admission office 就是这样一个招生办公室，那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我怎么样从这5万和4万里边同学里边找出我想要的这个2000多人也好，这个1000多人也好。所以说这个工作呢其实不容易，就好比我们想一想，就是我们手上比如有4、5万份的简历，你怎么从中挑出来最好的2000个？所以这个工作还是有难度的，对。那这个数据呢，其实比较高了。但是如果说咱们要看一些其他的这些功效啊，比如说看伯克利啊、看 UCLA 的这个数据的话呢，还是我们今天不去讨论这个录取率，这个大家都知道都比较低。但是呢，就是我们想看，就是说其实申请的人数这个量是很大的。比如说伯克利的申请人数都在12万、13万这个级别，而 UCLA 的话更多，甚至将近15万。所以说你从15万份申请里边挑出来这1万来人，其实这个工作怎么做啊？其实很显然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对，当然了，首先我要讲了一下，就是说这个过程呢，我认为比较复杂，而且呢，这个各个学校啊，它的规则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里边不要去揣测说大家到底说他要看什么，哪些东西好，哪些东西加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好回答，就是我们不应该去期待有这样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如果有的话呢，大家这个申请工作也简单了，那就咱们就做这些东西就好了，对，但是呢，它的大的这个重点和过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得到。这里边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一个故事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启发很大。这个故事我2年前有一次我们在讲座的时候我提到过一次，我再重复一遍，就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大概是10年前，应该是在2013、14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其实在 Vanderbilt 在范德堡大学做过一个很短暂的一个博士后，大概有待了半年吧，就做了一些科研的工作，跟当时一个老师合作一些项目。然后呢，这中间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记忆特别特别深，就是当初呢，我在这个实验室，我们的办公室，然后呢，是一个周五的下午，大概是2、3点钟，基本上就是在美国大家知道，就是周五下午基本上4、5点钟、3点钟大家就下班了。其实我也就是一个周末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准备走了。哎，这时候我那个导师呢就过来了，过来了，然后就很匆忙就告诉我一件事，说，哎呀，这个我们今天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需要去提交我们要录取的这个博士的这个名单了，
就是当时是一个 deadline， 应该就是在当天周五的，应该是四五点钟就截止了。也就是说，每一个导师，你今年如果是想招博士生的话，你需要在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名单报上去，至少第一轮的这个初选的名单要报上去，报给这个委员会，然后委员会再做面试，再做筛选。所以当时呢，其实就剩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他匆匆忙忙过来，就说我们现在要去赶快挑几个这个博士生出来。然后呢，当时呢，我当然这个不是什么多大的事情啊，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工作，你招一个博士生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现在就两三个小时，你怎么去做？然后我就问说，这个咱们的那个铺里边有多少人？后来老师说大概有1500-1600人，因为申请博士嘛，他不可能有那么多上万的人，大概有1500-1600人。那我们招可能就招两三个人，对每个老师来说，一年能招两三个人已经很多了。对，所以当时是大概这样一个情景。然后呢，那我也从来没有去招过博士生那个时候。然后我说好啊，那你看需要我们帮什么，我们就一块去做呗。后来呢，就是我本来觉得很紧张，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不太好做，你1000多个人里边选两三个人，你怎么去选？而且我觉得老师对待这个态度是不是过于这个太草率了？这么严肃一个事情，你用两三个小时去做。后来我走了一下这个过程，我发现其实还好，这两三个小时我觉得也就够了。他当时发生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啊，其实因为每个同学这个提交的这个申请啊，就是一大堆材料，有自己的成绩单呀，有自己的简历啊，有自己的推荐信啊，包括写的这些文书啊等等，可能没有本科生申请那么多，但是呢也不少，很厚的一个，也不是很厚啊，就是全是电子版的，就是一大堆的这个 PDF 的文件。那如果说你要是看这1500份文件的话，你肯定是看不出来的，肯定是时间是不够的。我觉得你别说两三个小时，我觉得两三天你也看不完。好，那这个工作怎么做呢？当时这个老师就发了一个这个 Excel 这个表给我们，然后呢，就是说虽然说大家申请这么多人，然后每个人提交这么多材料，但这里边有一些材料是可以把它总结出来的。哎，那比如说大家就能想象到你的 GPA 啊，本科的 GPA 是多少？比如说你要考这个研究生，一般要考 GRE， 就相当于这个高中生考的 SAT， 然后国际学生呢，你要考托福，以及呢你的毕业学校是哪，所以这些成绩呢相对来说比较客观。所以说呢，他可以把所有这1500个学生的这些客观的分数，他把它整理到这个 Excel 表格里面去。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突然发现就是哦，有了这个表格的话，我去找学生好像容易了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你通过这样一张表啊，你很好的、很容易的可以去判断出来一些你比较想去考虑的一些这个候选人。OK， 比如说看什么呢？我们就看这些我们能理解的东西。比如说 GRE 很重要，就我刚才讲的跟 SAT 的这个作用差不多。哎，那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当然我现在不太清楚现在的这个 GRE 现在分数的标准是什么样，它每年在变啊。假设说这个分数特别高，很突出哦，别人都是考300分左右，这个东西你这个同学你考好多，哎，那我感觉这个同学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哎，我就想去研究一下这个同学的背景，看着值不值得去录取。哎，或者说我看到有一个国际学生，哇，他的托福考得非常高，将近满分，哎，那我觉得这个同学可能他的这个学习能力也很好。哎，也值得我去思考，哦，或者再说，我看到哎，有的同学这个 GPA 是满分，全 A， 大学全 A， 那这个也很有说服力嘛，说明他的这个学习能力很强，时间管理能力很强啊。或者说，哎，有些同学他的这个毕业学校非常好，当时我们在 Vanderbilt， 哎，我们当时甚至都看到有一些 MIT 毕业的，或者说 CMU 毕业的，他们也来申请这个 Vanderbilt， 哎，那对我们来说觉得挺特别啊，因为这些名校的同学，我们相信他们经历的这个锻炼啊，包括学习过程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其实想给大家说啊，就是说，其实虽然说申请的人很多，但是呢，你要想从这里边挑出一些这种比较有亮点的、有客观基于这种客观成绩有亮点的同学，其实很容易。你不论是你排一个序也好，还是就这样过这个表格也好，其实很快你就能锁定一部分你想看到的同学。所以这个过程特别关键，因为你有了这个过程的话，你其实不需要去完全的去看所有这1500份申请。OK， 你只需要从这里面抽出比如说10个或者20个，然后呢我再去研究他后面的东西，文书也好，他的这个论这个发表过的论文也好，或者是简历也好，还是说老师推荐也好，这个时候我可以稍微就去读一下，因为我用了一两个小时时间读10份20份申请，那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到。所以说当时这个工作大概就花了2个小时时间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大概确定了3-5个名单，然后报到系里面去，然后等到下一周我们再去做面试，再做第二轮。OK， 就大概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确实是对我的这个感触很深，因为我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申请的过程啊，包括这个录取的过程是怎么样。当然了，这个我说的这个是一个博士生的录取过程啊，就是说博士生录取一般来说是教授啊老师会直接去选人的，而本科就是高中生甚至大学的这个录取呢，一般它是由专门的这个招生办公室去做的。
但是呢，其实这个过程和思想大同小异，就是说细的东西我们决定不出来，但是呢，大概的过程呢，就是看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硬性的条件，你的 GPA、SAT、AP， 包括你的学校，这是肯定是很重要的啊。另外呢，就是你课外的所有的这些非成绩的东西，经历啊、爱好呀、啊，所有的这些很特殊的这些点。那大概的过程就是，如果说你刚才听到我的这个故事的话，大概就能想象得到，这么多人，不管是十四万还是十五万，无所谓，我可以按照这个密码大写的 S 小写的 我可以按照这个分数的话呢，先去做一个筛选和排序 ，OK， 然后之后的话呢，我把它锁定到一些我们想要的这个同学里面，然后我再去研究他具体的一些经历 ，OK， 但是呢，就是说我真的想强调一个，就是说这个过程如果你理解的话，其实这里边这个经历啊。这一部分呢，我认为它至关重要，尤其是说对这些好学校，因为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申请好学校的话呢，这个时候大家的成绩其实都很好，肯定都很好啊。这个时候，比如说权威的同学啊，包括 SAT 很高的同学，这可能选择的这个余地就很大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学校的群体里边，我认为通过这个成绩啊去突出自己啊就很难了，因为大家成绩都确实是不错。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拼的最后一定是你的这个经历。和一些特殊的这些活动，对，所以说我今天主要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经历这块，因为说实话分数这块其实对我们华人孩子来说大部分都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是我们的强项。而这个课外这块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觉上没有对分数那么有信心，对，但其实我是觉得这块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难嘛。所以说我这些年我们其实带一些中专同学做一些项目呀，做一些东西啊，其实也积累一些经历。我简单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这个课外这个部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并不是说STEM 就很好，或者说是体育就很好，或者说文艺就很好，怎么样等等，我认为每个东西都很好，但最终的话就是说你要看你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你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你只是说主观自己在那讲一讲，说我自己多喜欢多热爱，然后我学了多长时间，还是说哎，你可以摆出比较客观的这种事实和成绩啊，我的这个什么体育我现在是全国多少名，我得了什么样的州的冠军，对吧，我的这个艺术我在哪儿做了什么样的这个级别的这个乐团呀，或者说是 performance， 然后 STEM 做了什么样的竞赛啊等等，对吧，就是说这里边摆的成绩一定要客观，就是是别人能够去理解和认可的，而不是说你自己主观去描述的。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点，就这样的这个课外的话，我认为这种经历就比较好。第二的话呢，毫无疑问就是说你含金量要高。那怎么定义含金量高呢？一方面就是我认为它比较唯一，就是我有的，但是大部分人没有的，这个我认为很重要。如果大部分都有的话，一般来说这个不具备很高的含金量。比如说如果说咱们讨论像做义工这件事，那做义工这个事情是很好的，但是说在美国来说，我相信不论是亚裔还是其他族裔的同学都有义工，这个我认为很难你把它作为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含金量的一个点，对，所以说要找这种我认为是比较硬核的，是换句话就简单点说就是比较难的东西去做，就是大部分人做不了的东西我去做，我要是能拿到成绩客观的成绩，我认为这些东西就比较好，毫无疑问，对。然后呢还有一点我认为至关重要，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还是要真实，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课外很关键，大家都在想方法的五花八门的这个经历往上面去填，但其实从招生官的角度，我认为对于招生官来说他什么都见过，我不觉得你能通过什么很特别一个东西能完全就是说打动别人啊，我觉得也很难的、但是这里边我觉得就是至少你不能让别人觉得你提的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你这个包装的一个结果，这样就不是特别好，你要一定让别人看到这里边哎是有一定的这个你自己的故事啊想法呀、啊、是你真正想去做的，至少别人能够去认可说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过程，对，我认为这个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包装这些事情呢每年都有很多新闻呢，其实也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做法，对，所以说我认为真实性这个东西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可能说更重要一些，对，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些我们对课外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其实因为利用自己的专业吧，就是平常在教大家做一些编程也好呀 AI 也好呀计算机也好呀，包括这些科技的东西也好，就是哎，我们就发现说哎，经常可以去说让同学呢做一些稍微扎实一点的这种科技类的这种项目，然后呢通过这个项目呢去落实这些我前面讲的这种客观的含金量高的以及这种比较真实的成绩，哎，这些成绩呢
这些年来观察，其实呢，确确实实多多少少可以帮助到大学的一些申请。好，那这个项目呢，具体做什么，我一会儿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项目呢，我们说了要成绩，要客观成绩，到底出什么样的客观成绩？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做，这也是我们比较喜欢项目的这样一个途径，因为它的出口呢比较多，它不像说我们平常考这种奥数呀，或者说是信息学竞赛啊等等，这种纯粹基于做题啊、刷题啊，这种很单一的这种考试也比较枯燥。而项目来说的话呢，他做完一个项目之后，能够去产出的这个结果呀、机会啊、种类啊，其实多很多。而且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实际，比较有意思。对，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咱做好一个科技的项目，我们可以把它发布呀，发布到什么苹果商店呀，发布到什么谷歌的平台上面去啊，包括什么一些游戏的平台都可以。比如说做的项目，你可以搞竞赛呀。这里面竞赛，我们更多的说的是这种，就是项目式的竞赛，比如说科学竞赛啊，比如说这种商赛啊等等。有好的项目呢，我们可以做些难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些科研啊、research 啊，然后就写一篇论文呢，发表出来，这也是比较好的这个经历和成绩。那甚至说还有一些可能同学就根本想都没想过的，比如说你自己申请一些专利啊，如果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话，再有的话再想再难一个级别，就是说，哎，真的是把它变成一个产品，能够去应用，做成一个自己创业的一个这样一个经历。那同时呢，也不能就是忘掉说对这个社区啊和社会的贡献，这个社会利益呢也是毫无疑问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让大家就是做这些项目，我就特别想让大家就是把这个目标定得高一些，不是说我就定做完一个项目就算了，就一定要去落实，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么五六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结果。所以，下面我其实分享一些例子啊，就是说怎么做，什么意思，什么什么，你发布什么东西了，怎么去发这个论文呀，同学能干什么？对，我今天就简单就说咱们。过去这2个月，就是非常幸运看到一些同学，哎，录取的非常好，就是这些，经历过这些项目的同学，我们就以今年的例子来看，就是我觉得就是，看一看每一个方面上到底能做什么东西。我先从这个发布说起啊，就是所谓这个发布，我刚才讲它为什么比较好，我为什么觉得它是个成绩呢？比如说你发布一个东西，在苹果商店也好，在什么谷歌商店也好，或者说在什么其他平台上。同学们有时候发布到什么微软的商店里面去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开源的平台里面很多很多，但是一定是要官方的，然后呢是这种公开的，大家都可以去用，可以去下载。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呢，将来去描述这件事情的话，就变得非常容易。哎，你可以说，哎，我这个去年我发布了一个 app，在什么 app 上面官方的，然后过去的这一年，我这个 app 已经有比如说5000次的下载，比如说我这个 app 现在有多少个这个评分，多少个 review，然后我这个 app 现在。每天有多少个活跃用户等等，所以说，就是这类的成绩呢，你讲出来的话呢，是很真实，而且很好的一个事实，就是别人都能理解，对，而不是说你说我这个东西做得很难，我这个构架呢很复杂，我用的这个开发方法呢很高深，我用了很多 AI 的算法，这个东西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够去很好的去衡量，所以说要摆这种事实。OK，所以今年我比如说几个比较好的这些发布的例子啊，就是第一个这个比较突出，这个同学是直棒同学，是我们南加里边的一个同学，很优秀。然后呢，他做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东西非常实用，就是给他自己高中啊，就是很多我不知道今天咱们来有多少南加家长，就是很多都大家都知道这个私校，就 Santa Margherita 很好的一个私校。然后呢，他们学校呢，大家都知道学校里边其实都有一些固定的这种网站呀、系统呀，比如说这种网站呀，你看到。schedule 啊，看到一些具体的 events 啊，包括学生呢、可能会登录某些学习的平台去看自己的分数成绩等等。但是呢，它一呢是这些是很一个分散的一个平台和系统。第二的话呢，有的时候大家也都有过这种经历，你想某些时候找一个东西，你再去 Google 找到网站，再去点开网页再去查，就很不方便。OK，所以这个同学呢，其实就是给自己的高中呀、就建了这样一个社区平台。它其实就是把这些核心的信息呢汇总到这样一个 app 里面去，就你可以看到每天的这个 schedule 啊。最近有什么是 events 啊，学校的一些等等安排啊，一些 announcement 啊，以及说学生登录到里面以后看到自己的成绩啊，对，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呢，其实主要同学在9年级就做出来了，然后呢，经过这2、3年以后啊，这个他这个最后其实去年年底我见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大概有超过1万次的下载，然后呢，而且我自己对这个 app 其实。印象特别深，原因是中间呢，不但是有高中的同学告诉我说，就是同学校同学告诉我他们在用这个，而且呢，甚至有家长告诉我说他都用过这个。家长会说，哎，我每天就看拿这个来就查当天的那个 schedule，就非常方便啊。然后呢，指望同学就还分享我一个很好的故事，他就说去年他为什么决定去就是这个 EA 的时候申请这个 Stanford 呢？
就是因为其实他们学校的一个 counselor 就跟他在 meeting，好像就聊到这件事情了，就是 counselor 也知道他给学校做了这个 app，就是 counselor 就非常的感激他，就是说你非常感谢你为学校做这样一个事情。counselor 就是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这个 impressive，所以说 counselor 当时据这个周旺同学给我讲，是 counselor 很鼓励他去申请去尝试一下 Stanford，所以说有了这么多的这些这个外边的这个信心，所以说这个周旺就申请这个 Stanford，所以结果也很好。对，当然了，这个周旺同学本身也很优秀，他有很多其他的成绩，只是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发布的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旦有人用了，有人下载了，你别管它是几千一万还是上百万，你这其实你这个项目已经从你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作业也好，项目也好，已经其实开始，真正就是对身边啊，就是有一些改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意义就非常大，而且这种经历呢讲出来，你说一万次的下载，这个东西别人很好去理解，对，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发布的东西很多，我不一一多说啊。就是说，然后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总是就做 app，就是总是说做的这个概念好像也挺没意思的。其实呢，什么都能发布。同学做的游戏，这个同学叫 Justin，东部的一个同学。然后呢，Justin 呢是很早就打算要申请这个游戏开发、游戏设计专业。然后呢，那毫无疑问，你在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交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像样的一个这个 portfolio 的一个项目。那这个游戏呢，大体就是一个这种卡牌类游戏啊，这个具体的细节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呢，这个游戏呢，就是从头到尾，从它的这个游戏的策划里面的内容、角色，到它的美工，以及到最后的开发和编程，其实都是同学自己做的，就是完全很完整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最后呢，它也用到这个申请里面去作为它的 portfolio 的一部分，对，但同时我要强调说，这个项目呢，它也发布了。就是在一个是在这个 Steam 这个，如果是玩过游戏啊，就有些家长可能比较熟悉，这很大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游戏的这个平台，在上面有发布。另外呢，就是叫 Itch.io 是一个更多偏向于这个开源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主要给这些游戏的这种开发者来去发布他们的作品。所以说这个其实发布之后，其实没有多长时间，因为游戏类东西往往很容易下载，因为用的人比较多。它有好就应该是超过5000次的下载，应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对，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嘉信去年是早申申请的是NYU，所以说他是进的是那个游戏的开发专业，应该是。所以说这两个例子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发布，就是你做出来任何形式的这种项目呢，一定要把它官方呢给它放出去，让别人去用。这样的话呢，你将来其实能够积累出很多很好的这个结果。然后我接着说，第二类的结果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种竞赛。竞赛的话呢，很多很多竞赛。那我今天主要是来去讨论这个项目是竞赛，就是其他的，比如说 AMC 也好呀，USACO 也好，还是其他的学科竞赛，其实我认为都非常好。就大家最后呢，一定要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强项。如果说你发现你自己非常擅长做题、刷题，你很愿意去挑战这些比较难题、偏题，我认为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少数的人能做到，那你就好好去攻这些竞赛。但同时的话呢，如果你比较喜欢一些实际动手的东西，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些项目式竞赛。项目式竞赛呢特别多，它不像这些传统奥林匹克竞赛呢，可能就是很单一，每年就一次。而项目式竞赛的话呢，从这些科学竞赛强调这种科研类的这种项目的这种比赛。到一些专业类的竞赛，比如说这个是跟游戏相关的，叫 Game Gala，这个呢是商赛，商赛也是很大的一类，这个比较有名的像什么 Diamond Challenge 啊、Deca 呀、啊，包括一些 Conrad Challenge，其实都是这一类，也是通过项目呀去参加，然后去讲一讲你怎么样把这个项目变成一个你创业的一个经历，其他这个也是一个以计算机为主题的一个项目的竞赛。Cruise Project 也是每年春天的一个竞赛，当然这里边很多我不一一列举啊，这个有一些创业类的呀。有一些这种甚至跟女生相关的，就完全是给女生参加的一些竞赛，因为这里边也是就是侧面说明说，女生其实在做这些 STEM 也好呀，创业里面的话，这个机会啊，其实反而更多一些。所以这种竞赛呢就特别多啊，我就不一一说了。其实我觉得一年数下来，可能有那么十几二十个都是可以参加的。对，然后呢，我提两个这个就是竞赛上面比较突出的项目啊，一个还是那个指望同学做的，就前面我刚才说那个 Stanford 的同学。这是他另外做了一个偏于科研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我认为选题啊各方面非常好。这个题目呢也是指望同学自己定的，就是大家如果记得话，就是大概应该是22年的，我忘记了22年还是23年啊，就是说这个德州的那个校园那个枪击，就是应该是死了好多学生，很可惜。
后来呢，就报道这个事情。如果大家记得新闻的话，其实好像是有提到说，这个警察的这个事情有营救啊，不是非常有力。换句话说，他其实并没有很快的做出反应，包括很迅速的定位出这个枪手的位置，所以导致了很多这个死伤。对，所以就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Jawan呢就做了一个，就是怎么样去尽快的帮助这个定位枪手的这样一个系统。那这个做法呢也很巧妙，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很直接的一个思路，就是我通过这个枪声，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是靠这个上下摄像头，有的地方可能也不方便或者没有等等，就枪声的话呢可能给你更直接的一个反馈。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系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麦克风要放在这个室内或者室外的各个位置，然后呢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要去检测出来这是不是枪声，因为平常这声音一直都有，你要测出来哪些是枪声。然后第二的话，当枪声发生的时候，这枪声在哪？那毫无疑问，你可以根据这个枪声，这个各个麦克风收到这个枪声，这个声音的这个强弱呢，来去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算法，来去做一个大致的一个定位，然后把这个位置发回给政府也好，学校也好，警察局也好，等等，就是这样一个很科研的一个系统。所以这个系统这个项目呢，无论从技术上来说，还是选材上来说，选机上来说，都是还是比较突出的。对，所以说当时他也是得了几个奖，就是一个是这个 Congressional App Challenge 啊，包括去年春天有一个这边 local 的一个创业的这个 Investor Pitch 的这样一个竞赛啊，包括 Science Fair 呢他也拿过一个奖。对，所以说很好的一个突出的项目，就是说把它拿过去在竞赛上面去多出一些成绩。这个项目呢是Richard 同学，东部的一个同学，也今年录的比较好，他去了那个 CMU， 然后呢他也是想做一个很实用的一个东西。那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有，就是现在咱们阅读啊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有的这个阅读的这个素材啊内容太多了，从社交媒体到抖音到这些新闻啊各方面，这个信息量太大，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这个阅读啊，就是其实效率并不高。第一，你并不知道要读什么；第二呢，有的时候你读的可能很浪费时间，包括有的时候你读的这个受到很多干扰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尤其是我们在电脑上去读这些东西，就是怎么样就是很好的利用时间去读你有用的东西，包括很高效的去读这个事情。对，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这个 Richard 做了一个 AI 的一个这样分析的一个辅助工具。那它这个工具呢主要是针对这个浏览器里面去做，然后它做了一个这样一个 Chrome Extension 一个插件。那这个插件呢其实呢它主要想抓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的最重要的是你这个阅读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呢反映很多问题，反映你这个东西读的是快是慢呀，包括这个你是不是受到可能的干扰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能推断出来你是不是感兴趣这个东西。对，同时呢它也去跟踪一些你在读这个网页的时候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你的这个鼠标的这个活动啊，你是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被卡住啊，还是说你明显就走神了，你读了半天就没动。就是通过这些信息呢，我们通过 AI 和机器学习呢去试图学习啊，去推断说用户的这个偏好，然后呢我们在下面你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些提前的一个提示啊，比如说这篇文章你要注意啊会比较难，或者这篇文章可能不是你喜欢的等等，你可能会去看另外一个文章等等，就是这样一个工具。其实说白了还是用一些 AI 啊和这种大数据的方法来去做这种很实际的这种辅助的这种学习和工作的这种效率提升的工具。所以这个项目呢做的也很好，中间有几个竞赛啊，包括一个 AI 的竞赛，包括一个这个就是我前面说到这个 Ignite CS 也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然后呢 Richard 今年他是录了这个 CMU 的 Computer Science， 所以这个也是我认为值得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因为这个 CMU 其实其他专业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进的，但是这个 CMU 确实是比较难。对，这个我认为就是说在竞赛方面的这个成绩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体现然后呢接着往后说啊，这个到这个科研的部分大家其实也都清楚，就是最终的这个产出呢，最好的产出呢其实就是能不能发一个论文出来。那这个事情呢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挺有含金量，因为他能做到人其实并不多。尽管说现在大家其实同学慢慢来说有些时候在暑假开始找一些这种科研去做，但是真正说能够在申请之前作为一个高中生能够在正式的地方发表出论文，我觉得这个事情门槛还是挺高的。那其实对于大学来说也很少去发论文，那高中生我认为就更难。所以说就是因为它难，我认为有的同学会比较少，而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硬核的难的这个我们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我认为这些就是好的东西，就值得去争取的。对，所以论文这个固然难，但是如果说我们选题正确啊，包括我们后面做的这个结果啊，就是这个比较全面的话，然后我们提前去写提前去投递，其实这里面还是有相当的机会的。我随便举两个例子，
这同学叫 Annie，Annie 是想打算生物申请生物啊医学这块儿，然后呢，他其实一直都有关注关于这个营养这部分的这个工作，在学校也上过一些课，然后呢，包括在校外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这种科研的工作。后来呢，我们就想把这个东西呢再细化一下，另外呢也做出一个能够实用的一个产品。其实他就做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通过我想去跟踪你每天的这个营养的摄入到底够不够。对，但是他呢是想把这个做得非常精确。OK，那这里边就是一方面呢，他通过照片呢去识别你的这个食物，另外呢，他去判断你的这个大概食物的这个量，也是通过 AI 来去算，而不是说你手工去输入，因为手工其实人没法去输入这个事情。然后呢，做一个这个基于 AI 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把这里边的营养也好呀，微量元素也好呀，把它加到你每天的这个记录里面去，然后呢，就可以做这个一个健康和营养上面的一个推荐，大概是这样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它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科研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你怎么去预测、去分析这里面的这个营养呢和微量元素，因为这个你要做准的话，并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一些实验需要去考虑，包括你采集的数据啊，然后包括一些科学的论证啊等等，对，所以说这个文章呢，最后也发表到一个国际会议上面去啊，是跟这个鱼啊一个计算机相关的一个会。啊，所以说还是不错的，大概在11年级的时候发出来的。然后呢，安妮今年是异地录取到这个John Hopkins，他去的那个是 Public House，也是 John Hopkins 应该是比较强的一个专业，本身就要搞医学。然后呢，这个 Andy 做的这个呢，也是跟他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关。Andy 也是打高尔夫球嘛，因为咱们这边华人同学打高尔夫挺多的。对，那这个项目呢，主要其实想做一个辅助训练的这样一个应用。那它大致的方法呢，就是说统计你平常的这些训练呀、比赛的一些情况呀和数据，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建一个模型，来去对你后边的这个动作呀，包括这个成绩啊，做一个指引，做一个这个预测。那这样你可以提前大概知道你现在的这个。进展呀，进度呀，是不是在预期之中？然后如果不是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大概是这样一个思想。OK，所以这个的话，当时也出了一篇论文，主要是基于它这个 AI 啊和数据分析的这样一个模型去做了一个论文，也是发表在一个国际会议上面去。那这个 Andy 呢，也是今年录到那个 CMU，Andy 进的应该是这个 Computer Engineering，就是计算机工程专业，所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对，所以说这些。难的东西呢，其实我们只要说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就耐心的去积累这个结果，其实最后这些论文呢，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并不是说那么的高不可攀。对，然后和论文相似的话，还有一件事情呢，很多同学其实没有想过，其实呢也可以去申请一些专利，因为我觉得专利这个事情大家要正确看待，它倒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做出一些那种很。重大的发明能够去改变世界啊，就像 ChatGPT 这种，我觉得倒未必。其实很多专利的主要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专利，所以我们做这个目的，可能我觉得并不是说要证明我一定要有什么这么突破性的这种发明，更多的是想提供一个背书，就是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做这个项目达到了什么样一个状态和成绩。至少说这个专利这个东西，并不是听起来像一个普通高中生去做的事情。所以说，也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符合说这个，我有啊，大部分人没有的东西，对，所以这种东西我认为很值得去做，也是举两个例子，今天的例子，这个呢是 Joshua 同学做的，他做一个什么东西呢？非常这个生活化，非常实用。然后有一天，就是 Joshua 就说这个事情，他说在家里边呀，南加这边嘛比较热，然后呢经常需要开空调。但是他说，家人呢、父母呢不愿意开那么凉，他就总喜欢凉一些。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家里面，你这空调的这个控制啊，它不可能是精确到每个房间的，它肯定是一个一至少你一层是什么温度，这个是固定的。你不能到至少办公室有的时候可以，但在家里面你很难做到每个房间。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很实用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去做到一个更加这个细致的这样一个控温。那我们首先不可能去动整个家里边的这个空调设备啊，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去控制这个上面那个风扇的那个开关，就是空调口的开关。也就是说我这个房间我可以单独来控制啊。我觉得如果说是太冷了，那我至少可以把它关掉。那你这个房间的温度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对，所以说这个呢，其实最后做了一个智能的一个物联网系统。这个系统大致呢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这个 motor。然后来去控制这个去通过这个 motor 来去控制这个页面的这个开关，
然后呢，它后面有一个控制系统。那控制系统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智能功能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来去测你的温度呀，一些 sensor 啊，包括说我甚至还可以测你这个屋里到底现在是不是有人呢？如果没人的话，我可以完全把这个口开关掉嘛，然后就可以省一些能源等等。就是做这样一个系统，是一个计算机啊加这个硬件呀、啊、加环境这块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题目，就是这是当时最后做的一个原型，很不错。然后呢，这个项目其实也做了一些竞赛获奖啊、那这边我主要让其他也其实把这个技术呢申请了一个专利，所以说是很好的一个结果。九二的话今年是 ED 去了那个杜克大学，也就是很不错。另外一个专利例子，这个应该是Daniel 做的 ，Daniel 东部的一个同学。Daniel 当时想做一个东西，也是跟这些环境啊、环保有关，就是说这个垃圾的这个事情。OK， 那这个。路面上有很多垃圾啊，包括我们其实开车的时候都有这个经验啊，有时候开过去发现这路上有好多垃圾，这个好像有的时候就也甚至说会有一些这个危险，对。但是那你开车开过去就过去了，你很难说再停车回来去捡这个垃圾，这个也不太现实，你肯定还是需要有专门人去来去做这个事情。那他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实时去定位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呢，他其实主要做了一个计算机视觉算法，通过摄像头，哎，就把手机放在车上去，我就可以去扫描到路面上的垃圾。那这个东西呢，本身来说垃圾识别并不难，但是这个项目的这个创新呢，主要是在于说我怎么样能够在比较高速运转的情况下，在车载的时候，哎，能够去分析出来，这每一帧里边是不是有垃圾，做一个准确的一个定位。对，如果有的话，我把这个位置这个 report 回来。所以是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小的一个创新。对，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算法呀，就是也申请了一个专利。那Daniel 也是 ED 的时候去的 John Hopkins，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专业。然后这是专利，其他的话呢，我说的也快一些啊，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让大家做创业，那这个其实，我认为就是同学们其实都是今天至少现在这一代的同学都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就是你问大家同学这个将来想学什么专业，可能有时候不太清楚，想上什么学校，有的时候也不太清楚，但是你说想不想赚钱，这个大家其实都还是普遍的挺有兴趣，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另外的话，我觉得现在，同学对这些创业的这些公司也好呀，包括 Elon Musk 就这类人也好呀，他们了解也越来越多，所以说也很愿意尝试这些东西。对，所以说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其实特别希望大家做一些比较实用的，真的是能落地，然后呢能够去变成一个产品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听起来似乎很大，但是说你从一个原型一点一点做，其实是完全非常可行的。我举两个比较好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东部一个 Jasmine 同学他做的。 Jasmine 当时想做什么呢，其实这也是跟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 Jasmine 呢也是想申请生物和医学，然后一年前呢他其实做过一小段的一个科研的一个小的一个实习啊，就是说我记得应该是说Jasmine 妈妈应该是搞这个 public health， 就是这方面这个药物相关的这种工作的，也有一些科研工作。然后呢他当时做的这个实习呢可能就在妈妈的单位，就是涉及到了一些新药临床实验这样一个工作啊，具体的什么题目我忘记了，但是呢就是跟这个新药临床这个实验有关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药临床实验呢需要很多的这个志愿者啊，包括病人啊，去来测试这个药物的这个性能，那就需要招募这个志愿者，很多这种招募其实都是有偿的嘛。但是呢他说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在这种实验里面呢他招不到合适的人，就是不是说没有足够的人，而是说他这个实验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不同种族呀，或者说不同状态的这样的一些参与者或者说志愿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招不到人，那你这个实验其实就没法很好的开展嘛。所以说 Jasmine 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做了一个社交平台，那就是把这些目前在有的这些新药临床实验这些机会也好，包括这些需要招募的地方也好，全部把它列出来。然后呢同时呢他鼓励大家去下载这个 app 去注册，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信息填进去，然后呢他后面去写了一些推荐算法来去帮大家做一些推送，帮你去 match 一些你可能比较符合的一些机会，然后鼓励你去参加这个临床实验。对，就是一个针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就做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解决方案。 OK， 所以说因为这个东西呢对于用户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些就像我像刚才讲的，有些这个实验它是有偿的嘛，那有些可能用户他可能反而比较感兴趣这些机会，而之前的话他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些机会的存在，所以说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atching 的一个平台。对，所以这个项目呢其实更多的是一偏于一个公益的一个或者说非盈利的这样一个创业的一个经历。当初应该是
Jasmine 把我记得是把加州和麻省两个州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项目把它收录进去了，通过一些爬虫的方法收录进去，没有说把全国所有的弄进去，但是应该至少这两个州其实还是收了好多的这个数据，然后也开始有一些人开始上面去用做一些联系，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是已经开始把它落地出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项目。Jasmine 今年应该是进的那个 MIT，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case。还有一位同学呢，这个是我们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同学，这个叫 F，F 这个同学我们也都很喜欢，也非常懂事儿。这个同学呢，这个项目呢，我认为特别值得大家参考。就是说，这个呢，就是 F 家里面其实是开了一个连锁的一个餐厅，这个就在南加。然后这是连锁店做得非常好，然后这些年已经开了有超过10家店了，叫这个 Crepes de Paris。这个你去那个 Google 上搜一下，它就是做那种 Crepes，就是那种卷饼啊，里面有甜点啊，就这样。这样一个东西，做的很不错的。这个南加有好多 location，大家可以找一下。然后呢，当初呢，这个餐馆里边呢，就是他们有一个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需求，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些回头客呀，但是我们希望鼓励大家更多的去买嘛。那就像这个星巴克一样，哦，那我给你一个积分系统，你买10杯我送你一杯。OK，这里边你买我10个这个 preps，我就再送你一个，大概这样一个东西，就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对，但是作为父母来说，他们也不搞技术，所以很难说去做这个，或者说他再去找一个外包公司做这个也很贵。这个时候呢，Apple 就帮着家里面其实做了这样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它主要是一个账户管理的系统，以及说，你能够去用户端呢，其实就是一个二维码。然后呢，这个商店端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 App，它就扫这个二维码，扫完之后呢，就在你的这个账户下面去加一，然后等你到10个、20个，然后你可以兑换一些这个 crypts，就大概这样一个想法。所以这个技术上来说并不是特别难，对。但这个特别好的是这个东西也是落地了，很早的时候就发布到 Google 和这个 Apple 的平台上面去。然后呢，在每个店里面你都会看到现在有这个下载这个 App 的这样一个小的这个poster，对。然后呢，应该是有很多用户已经开始用，这个应该是在2、3年前就已经把它 launch。所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创业的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第一个是可能更加偏于社会的，这个就是正儿八经偏于商业的，所以这个 Apple 今年是一滴金的这个康奈尔啊，所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对，所以说这些创业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啊，包括其实我前面讲的这些，就是包括这些营养也好呀。包括这些什么这个，还有那个读书的那个辅助工具啊，其实都是具备创业这个潜力的。OK，所以说这方面其实同学能够施展的空间也比较多一些。好，最后的话呢，也是要再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社会利益社区这个概念呢，永远不能少。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在做题目的时候，尽量让大家去往这个社会上面去靠，就是因为这个做多的话，我们后来发现也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很好的这个意义的。它也不是说完全是说为了申请啊，你要做一些这种利益的东西。其实仔细想一想，因为如果说你只是做一些平常的这种工具啊、实用的东西也好啊，其实这个并不难。当你真的想去触动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这个恰恰是难点。那这个其实恰恰是能说服你能力的一个机会。对，所以说什么样的项目叫帮助社会啊？举两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关注了这个 hate speech，这个在这个社交网络上面呢，就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问题。这里边针对有好多种族上面的、政治上面的东西，就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其实直到今天，可能还是有很多类似的这种社会问题。好，那这个同学就是叫 Nicole，Nicole 想做什么呢？他想做一个，就是说我来去分析啊，去监控这个情况到底现在有多严重。或者说在哪些地方比较严重，哪些时间比较严重，它跟哪些事件会有关系？对，它其实就想是上面层面上做一个分析。所以大致的做法呢，就是通过分析这个 Twitter 这些每天这些大量的这些大家发的东西，然后从这里边去检测出哪些是这个 hate speech，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起因啊、它的位置啊、它大致的人群啊，最终的话，我们可以去呈现出来这样一个指数，可能对于各个地区大概它这个 speech hate speech 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做了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一方面呢，他把自己的这个网站公开呢，就是把有一些 dataset 作为一个公用的一个数据，这个开源出来。另一方面的话，他自己的就是说形成了一个，应该当时是每周吧会更新一次的这样一个指数，就是看看各个地区大概你的这个 hate speech 的指数是多少。
是一个非常贴近当时这个社会问题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就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事情，关注这个事情，然后找到其中的原因。对，这是一个就是直接针对社会做的一个事情。嗯，还有一个这个项目，我觉得也非常这个实用。这个同学叫 Evan 是加拿不是是澳大利亚一个同学。嗯，然后呢 ，Evan 当时就给我们讲一件事情，他说他在澳大利亚就已经参与做了这样一个义工。这个义工很有意思，他就是说去外边找这种入侵的这种植物，就各个地区都有，就他们需要把这些植物给清掉，因为否则的话会对当地的这个生态啊会造成一些影响。好，那这个义工组织啊，包括这个活动啊，大家都在做，但是他说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去帮助去了，但是你最后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入侵的植物，尤其是你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那你无非就只能问这些 leader 啊，问这些专家啊，但是这个很不方便，所以说。解决方案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手机的一个应用，然后通过 AI 通过摄像头来去识别你的这个植物的种类，然后从而呢去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该去清除，这是它核心的功能。然后呢做完这个之后呢，同时因为我现在它有这个应用了，它就可以让这些这个组织里边的人去使用嘛，去做推广。然后呢它同时还去把这个应用就拓展了一下，就是哎，我不但能帮你识别，我还能帮你看看哦，现在有哪些的这种义工组织啊、义工活动啊在进行这件事情，所以打更多的人就可以参与进来，就通过一个科技的方法呢，把一个原本似乎很没什么科技的这样一个事情呢，就把它做得更加高效更加好。对，也是一个对社会利益直接相关的，跟环境直接相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对，所以说这两个呢，就是我就是想就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所谓这个社会利益你怎么去体现，就是其实能做的东西特别多，包括前面我们说到这些枪支这个枪声的定位啊，其实也都是类似的项目，都是非常好。对，所以说项目呢，我就很快的就是给大家过一遍啊，就是些细节的话，回头我们可以再慢慢再一个一个分享。另外就是今天我其实因为家长比较多嘛，我们就用中文来给大家讲。那将来的话，可能我们会专门组织，就是让给同学来去讲的这些具体项目上的这些实施啊、细节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再用英文。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说，说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说大家现在申请季讨论这个申请学校比较难，然后我们需要不但好的成绩，又要好的这个课外的经历从哪儿来呢？其中一个方向，我只是说这是其中一个方向。其实就我刚才还是我要强调，咱们大家做体育、做文艺、做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非常好，但最终呢，就是要落实成绩就好了。只要你能落实成绩，我认为都是非常好的经历。项目这块我自己呢情有独钟，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它比较有意思，又能落地，而且呢它能产生的结果呢比较多啊。而且我会发现，其实同学相对来说对于做项目这件事情呢接受程度比较高。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在他很忙的时候，你又 push 他去做一件上一个课呀，或者是做一个这种很传统的那种学术的东西啊，可能做这个的话效果会更好啊，他会更感兴趣，尤其是说这个题目的这个选择和切入会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效果特别好。OK， 然后这里边呢，我要强调两个东西，就是说这种项目呢，第一呢，就是不需要做很多，大部分这些同学呢，其实就是做了一个项目。因为我刚才把这些项目全部切分开到这五六个结果里边去写，但是并不是说这个项目它只做了论文，或者这个项目它只做了经验，不是的。其实每一个项目呢，它都有论文、什么专利，包括这些创业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全方位。你这样的话呢，它比较符合高中同学的这个时间需求，因为高中同学大家都比较忙，你不可能让他做很多东西，最好是能好好的做一个东西，但这个应用能将来呈现出来很多结果，所以说这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吧。所以说。单一的项目，但是把它做深入，然后结果上多挖深，所以这样的话效率比较高。所以这是第一我要强调的一个重点。第二的话，我认为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项目呀，就是一定回过了我早期说的这个一定要真实，就是这也是我们现在越做呢发现，就是说在题目上面这个立项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结合同学的这个兴趣和经历去立项，绝对不要让老师简单的说这个题目啊，我有三个题目。然后你选一个吧，可以这样做，但是效果就不好。因为同学选出来的题目呢，一方面他会比较感兴趣，会有这个 motivation，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同学选出来的题目他就是很真实，他会讲到自己的故事。就比如说我最后说到什么 Evan 这个他其实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寒假来加州这边待了一个寒假，我们在商量这个题目，他就回来给我讲到这个故事，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就是有故事的时候呢大家都能记住。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想去这个强调的，包括说的那个什么那个临床新药那个临床检验，你说这些事情其实一般人都没有什么经历，
哎，就是因为这个同学他正好在妈妈单位哎做了一些工作嘛，所以说他有一些很具体的这个认知，找到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和痛点，然后呢就定下来这个题目。所以说成绩归成绩，就是我们今天虽然好像前面说了好多这些比较功利的东西，但是呢，就是这个成绩和功利的背后呢，它不能缺失这个真实性，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故事。原因我刚才讲了，就是我认为对于一个任何一个人或者说比较招生官来说，这些成绩我不觉得他们没有见过，他们都见过，但是你得让别人信服，让别人认可，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真实就特别关键。所以说这个是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好像似乎一直在说名校啊什么这些成绩的东西，就是最后大家不能够去忽略的一个东西。对，所以说那这种东西怎么去找这种题目呢？其实我们一直给大家讲，其实也不难。其实最好的题目就是让同学去找，从哪儿找呢？从自己的这个生活中去经历中去找这种问题，找这种痛点，哎，这样的效果就比较好。就是你不用说让同学想啊，你是要学生物啊，学医学啊，学计算机啊，你会 AI 啊，还是你会什么数据分析等等？不要从这些技术层面去想，就回归到生活去找这些问题和痛点。OK，说到这个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受用最多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几乎每次都会提，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例子，因为它直接，当初就是我们就是定这个题目的时候，给我自己很多反思，就是这个钢琴翻谱的这个事情。当初这个同学叫美乐，很多家长可能也认识，现在都已经上大学了，就很早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项目，其实当时我也很困惑，到底要做什么？那我说我们找一些问题，后来因为这个美乐同学在弹钢琴，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在说，我说你想想弹钢琴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也不弹钢琴，但是呢，哎，说到这个点的时候，这个米勒就很快就有想法。他说老师有，我说他，他说我弹钢琴，我就不喜欢翻那个琴谱。他说你知道吗？专业弹钢琴的是有人翻谱的，但我们这种业余在家里边，谁给你翻谱呢？是吧？很不方便。对，所以就当时基于这个点呢，后来就做了这样一个自动翻谱的这样一个应用。对，这个应用我其实无数次的在各个地方给大家看，因为我觉得它很生动，很真实。这是当时在家里边录了一段视频，就大意就是说，一个 iPad 的程序，然后呢，这个把你的这个乐谱呢存成照片存进去，同时呢，我让我这个程序去听你弹钢琴的声音，然后边听边判断，看看你弹哪个位置，如果说你弹在这个页面的末尾的话呢，哎，我就切换这个图片。就像刚才那个切换呢，它是自动的切换，就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这么一个事情。对，所以说就是这类项目呢，就是当时给我的触动也很大，因为当时这个同学其实是8年级，我记得其实也很小。你说我们讨论这些项目呢，从哪儿入手啊？其实这个并不容易。后来发现呢，其实如果说我们回归到生活中的话，就是看看同学他熟悉什么事情，他做过什么事情，然后从这里边去找一些问题痛点。然后我们作为老师来说，就是把他的这个技术啊给他挖深，其实往往效果比较好。对，所以说回到就今天讲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一开始说这个名校申请啊、成绩啊，然后再说做项目呢，这个项目从哪儿开始啊？很简单，就带同学去考虑生活中的问题和痛点，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过程啊。而恰恰这个其实是决定你这个项目将来讲出来这个故事啊好不好，能不能打动人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对，所以说到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也是最后这么多年带这些项目呢，也是有很多新的一些体会啊。我就后来发现做这个事情呢很有意义，它意义在哪儿呢？它意义并不是说简单的在这儿，因为大家其实仔细想一想，就是说我刚才讲了，你要做项目的话呢，好的项目呢，你要从生活中找痛点。OK，那好，那我们找到痛点，我们就能做这个解决方案。做完解决方案，哎，我就能出成绩，然后我就可以所谓我们去帮助你的申请，对吧？那申请得很好。上到学校了，那非常好。但是呢，最后我们要想，这个你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尤其是作为家长来说，哦，我最后上名校了，让同学上名校去了。然后呢，这最后你上名校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很显然，我觉得一方面呢，可能哦，你可以这样上找一个好工作。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同学的期待都非常高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期待很显然不是简简单单就是找一个工作而已。你的期待很显然就是让同学也变成像伊隆马斯克一样。我认为这是大家这个不论是同学也好啊，包括父母也好，可能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期待。那说白了就是，将来呢，最后同学不是还是要希望他们去创业吗？做出自己的事业，能够去包括一些甚至改变世界啊，就这类的事情。对，那你要说要做创业，怎么做呢？那很显然，你还是要回归到去找这个问题和痛点，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去尝试。
对，所以说我最后突然发现，其实你说准备这么东西一圈回到哪儿，你最终的目标其实还是希望同学能够有这样一个能力啊，去做自己想要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思想认知，把这东西做出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自己试着去推广和尝试。所以说，想到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步骤其实我认为就非常有意义。它的意义真的就是说，它可能超出说我们今天讨论很多的这些申请啊、大学啊，这个可能，就是如果能把这个项目做好，我认为其实，很多同学我就能看出来，他其实上大学并不是特别重要啊，因为其实这些同学能力也很强，他在大学也未必能学到什么新东西。对，所以说就是最终我要强调就是说，就是越看这些同学，他们就是越来越独立啊，就能做很多这些很复杂的东西啊，就是。我个人来说也是比较受鼓舞，也是比更有信心。就是说他其实任何一个同学，他经历过一次这种从零到一啊，把一个想法变为现实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啊，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心上面的一个帮助。你会发现这些同学往往他做完第一个项目没多久，他有时候就会想，我要找你来说，哎，我最近又想做一个东西，我最近又发现一个问题，哎，这个时候你就立刻知道说这个同学他真的知道说创业是怎么回事儿。对，所以我觉得。说一些稍微虚一点的，就是说这个意义呢，其实反而是其实挺让我自己也感到比较振奋的一个东西。对，所以说就是最后可能就对，这就是基本上要分享的东西啊，就是很快的把这今天的几个比较有特点的项目过了一遍。大意呢就是还是就是目标明确，出成绩，做一些自己有用的东西，怎么去找呢？就是从生活中找，其实就这么简单。好吧，然后我们后面其实，将来再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多去聊一些很细节的这些项目啊，怎么实验啊、实现啊，包括说，可以请这些项目的作者啊，去给他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经历，其实都是可以好啊，那我这部分就到这儿，然后呢，下面其实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啊，就可以在聊天里面去写也可以，或者说是，语音直接问我都没有问题，对。对，然后我看一下啊，就是，对，这边有两个问题，我看一下，就是说，介绍一下这个案例的同学在其他学术啊、活动方面的背景。对，这个我是想要强调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就比较客观的，一定要给大家讲，就是说我今天说了很多项目呢，因为作为我自己来说，包括我们老师、我们团队，其实我们的专长是做这个项目，我们的专长是搞这些计算机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要说这个同学他去了 MIT，他去了这个 Stanford 啊，因为他去项目进了，这个是很显然不成立的。OK，所以说，就是回到刚才这个家长的问题，说啊，这个他其他这个背景，大家背景都非常优秀。我没有所有人的简历啊，但是有一些同学简历我是看过的，就是说很显然他们的 GPA、SAT 非常好，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前面已经讲，你那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基本上后边也很难看到你的东西。包括这些同学呢，在学校的这些社团也好呀，各方面的工作呀，包括这些同学都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音乐和不是就是文艺啊体育的东西，这个我就不说了。我认为一个同学他进 Stanford 进 MIT 这个不是偶然，他也绝对不可能是靠一个项目就进去。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大家都要客观的去认识这个事情。对，但是呢，我就想强调就是项目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帮你在课外上面帮你去添一笔，有一点这个锦上添花的这个作用。对，但是细节的话呢，就是回到就是家长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我没有去整理啊，就是每个人的 GPA 多少，当然也涉及到同学太多的信息了，我这边也不太方便去说，但是基本上，不可能有什么明显的这个 weakness，就在这个 level 的这个事情上面去，你的 GPA、SAT 它不会很差的，所以这个就大家一定，我认为是要给同学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要求，就是这个希望我认为是个 foundation，因为在这些 top 的这些学校里边的话呢，如果你的分数有一些偏差的话，我觉得你很难这个材料就进到那个招生官那边去了。我觉得人家不一定会看，因为好的分数的同学已经太多了，不用去看那些不好分数。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我这儿还有几个家长私信我的几个问题，哦，李老师，你先说。对，没问题。就是有家长问，就是说，如果想申请就是非 CS 专业的话，就是做这样的科研项目可不可以？哦，对，老师，这个很好问题，这个没问题。其实我刚才都已经讲了，那个其实现在同学咱们做项目呀，其实我们虽然搞计算机，但是其实申请计算机同学可能我算算1/3吧，30%左右。
其实绝大部分同学其实还是申请非计算机专业的这个多一些，尤其比较多的像生物医学，我刚才也说了，商科金融比较多，然后呢，包括一些社科类的，像什么心理学啊、艺术呀、这类也比较多。当然自然学科也有很多，像数学、物理啊，这些都是，包括工程啊，也都一直都有。所以说这块其实我们从来没觉得是多大一个问题，反而我会说这种项目啊，其实你越把它放在这种非计算机类的这个同学身上呀、就是申请的这个非计算机类的同学身上啊，其实越容易放大。因为呢，尤其是你比如说像商科呀、像文科这些同学，其实很少同学会去做很过深的这种科技啊或者 STEM 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反而很容易做成一个很好的亮点。对，这就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像女生有的时候参加竞赛为什么容易获奖呢？很简单，因为女生比较少，大家没有期待说很多女生去搞这些商赛啊、科研啊、STEM 这种竞赛，所以女生去的话，她其实有一个天然优势，其实就是道理。所以说，我们其实很愿意说把这些项目用在这些申请非计算机专业的这个同学身上。而另外一个就是好处，就是因为计算机也好 ，AI 也好，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技术，它很容易跟各行各业做跨学科。你像生物医学啊，这都是非常用的比较多的。再有像什么商科，我刚才举的这些创业例子，都是非常直接、很好去做结合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我认为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突破口。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发现就是让同学、让高中同学在这个阶段做一些这种科技类的项目，就是包括升到一些编程也好的这种东西 ，AI 也好的这种东西，其实有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像编程呀、AI 现在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了。就是你将来不管搞不好专业，基本上也跑不掉，你多多少少也得学一些。所以这是第一，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即使你将来不是申请计算机专业，可能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第二，更重要的是，就是说，其实计算机这个东西啊，编程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反应到，它其实做这种项目的可行性反而比较高。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些传统的科研，比如说像生物，我们去生物的实验室，那你是真的是要去跑到实验室里面去做这个事情，而这个东西对于高中同学来说，其实可操作性并不高，不太现实。高中同学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天天往实验室去跑，而你做这种科技类的东西，反而给你提供这样一个便利，其实你是可以利用你有限的时间拿着电脑就够了，就做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小的优势。所以说就是永远不要去太担心这个专业的问题。其实现在就是我今天举的例子，其实 GS 可能就那么一两个、两三个，大部分同学其实都是其他专业的。对，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另外还有几个家长其实问题都是一样，就是都很关心，因为最近有就是 AI 那个 Thora 上那个这个发布，然后就是未来 AI 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老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我本来从来没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结果后来这么过去两三个月，其实家长经常我们就像聊天啊，就经常会问这个事情。而且呢，大家并不是问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影响，大家是很担心说这个编程会被 AI 替代等等。对，所以这个我个人的看法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认为但凡包括家长在座有一些搞技术啊、搞 CS 的话，可能大家的，我认为咱们观点应该都是一致的，就是说。这个肯定第一的，他肯定不会去替代这个编程，因为很简单，因为你做这个 AI， 做 ChatGPT， 做这种大语言模型，这个呢是需要计算机的背景的人去做的，还是程序员去做的，而且稍微懂这个技术的人就知道，其实这块是很难的一个领域，做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啊、这种大语言模型啊，包括自然语言处理，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块，也是为什么说现在如果扒开这些 OpenAI 啊，包括这些 AI 的这些创业公司啊，大部分这些创始人也好呀，包括成员也好，都有这个博士的背景。对，因为这个门槛比较高，所以说这么高的一个技术的话呢，你必然是需要这些技术人才去做的。所以说，CS 是它不可能消失的。你如果想用 AI， 你必须要靠 CS 人去做。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第二的话呢，我反而觉得这个，你别看现在这个 ChatGPT 这么发达，确实是它是有潜力去替代一些工作的。对，但是呢，首先我认为，如果是被替代的话，计算机应该是被最后一个被替代，因为它是作者嘛。第二的话呢，其实像往往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就是它不是说大家都在用 ChatGPT， 其实现在各行各业、各个公司，不论是大公司、小公司，大家都在做自己的 AI 产品，因为大家都很担心没有跟上这一波，就是这个已经在开始了。所有人都在做这个，那你当你每个人都要去做 AI 的时候，那你其实你是需要更多更大量的这个计算机的人才。对，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东西将来肯定对这个计算机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高的。
其实呢，这个事情呢也不是没发生过。我举两个例子，其实大家都能想象到。一个例子呢，比如说在2010年左右，那时候就是智能手机，像 iPhone 啊、iPhone 4啊，就是那个比较火的时候。那时候呢，其实大家一窝蜂的全部都去做手机 APP 去了，都去做 App 去了。然后，而且不是光大公司做，所有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要有自己的 App。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一大堆的这个 App 的这个程序员。所以说，尽管说以前传统的东西不怎么用，但是呢，大家都去转头去做 App 了，而反而需要更多更新的一些人能够去知道怎么做这种手机开发。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比如说电商。电商也是过去这么十几年嘛，一直在发展嘛。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不是说光这几个大头再去搞电商，那些传统企业都很担心啊，也很日子不好过呀、啊，都去做电商。但你做电商谁来做呀？你还是要懂 CS、懂编程的人才去来做。所以其实 AI 这个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当这个 AI 其实用的越来越普遍的时候，它必然会这个渗透到各个行业里面去。所以反而来说，它将来对你这个计算机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基础的工作确确实实就像其他行业一样，它确确实实是能被 AI 所替代一部分的。那当然这个也是迫使大家去慢慢去学这个新的这个知识，做一些更难的一些东西。对，所以这个个人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但是这个确确实实大家比较关心问的比较多，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我认为对我们学计算机的人来说是一个好事情，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趋势。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家长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做这个项目的话，需要很高的这个编程水平吗？就是说基础比就是没有太多基础或者零基础的同学可不可以去做这个项目？对老师，对这个也是，对这个我也要强调一下，就是肯定答案肯定是不需要的，因为有些同学压根就没有想去申请计算机专业，可能之前有些同学还学过一些 AP Computer Science， 有些可能连 AP 也没有学过，确实是零基础，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首先呢，就是说这个项目呢，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做出来，它是有一段时间，然后呢也不是说扔给同学自己学自己去做，还是需要去这个我们去边带着边教啊边学啊然后边做。只是说呢，这个时候这种项目式的方法呢，它相对来说比较高效。比如说我现在要做这样一个，我以这个随便说一个安迪那个例子为例啊，就是说检测那个营养的，通过食物的照片啊检测的营养的东西。那这个做这个项目，比如你要分两部分，一部分你要知道怎么做手机的 APP 的开发，另一部分你要做一些 AI 的这种学习，所以你要学习这两个东西。那当然了，这两个其实是很大的课题，包括我们在大学也在教大家这些课，但你不可能让同学花两个学期上两个课，这个很显然不 work。 但是呢，你这个 app 因为你的设计啊你的功能可能就用到那么一点点啊，那我们在教你的时候呢，我们就着重教你这么一点点。比如说这个 app 它就那么三四个屏幕，我们就教你怎么去做这三个四个屏幕里面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说它的学习的这个内容是有限的。这样的话呢，你的时间就够用了。包括做 AI， 那 AI 也是很大一个学科，你不可能把什么都学了。但是这个里边比如说它主要用到了一些图像的一些识别和分类，也就是用到一些现成的一些谷歌的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些算法。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针对这个主题来去教你去做一些练习。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课程的分配的相对来说比较高效，就是你需要什么我做什么。哎，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在短期内呢即使你没有太多的基础也可以把这些需要的东西学会，然后同时把这东西做出来。所以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对，所以说不用特别去担心这个这个基础的问题。包括呢，其实现在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开发啊软件啊其实门槛越来越低了。那很显然像 ChatGPT 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工具其实确实越来越强大。跟十年前比起来以后，确确实实现在其实有很多效率要提高很多。所以说这个永远不是特别担心。包括其实同学就算零基础开始教他们这种，一般来说高中同学他们对这些科技的东西都比较敏感，所以接受度也比较高，其实并不是特别难。对，但是呢，回到我刚才看到那个家长最后这个问题，就是说做完项目孩子就会学编程了吗？这个我也是很诚实给大家说，如果说零基础你做完一个项目，我们就说你全会编程了，这个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的。我绝对不会说骗大家说哦，你做了一个项目你就编程就很厉害了，很显然不是，因为做项目刚才讲了，它的好处是效率比较高，你针对需要的东西边学边做。这样的话呢就很快就做出来，但是呢你就只学到了这个你项目需要的东西，所以它并不系统。所以说它的这个劣势呢就是说它不适合你系统化的学习某些东西，你不可能靠一个项目你就去完全掌握 AI， 这个是完全不可能。所以说这个就是
是一个平衡嘛。所以说就是我们的建议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同学九年级的时候还有时间比较多，那咱们就放慢进度，慢慢去搞这些基础，然后去搞这个项目。但是同学如果已经到11年级了，那我觉得就直接切入项目其实是更加解决问题。哦，另外一个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项目从什么时间，从几年级开始比较好，然后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也比较灵活，就是其实对于咱们就讨论高中来说的话，现在九年级啊、10年级、11年级都有同学就开始都是可以的，包括说最极端的到11年级暑假其实也是可以做的，对。但是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个至少半年、1年的时间会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能够让我们分配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会把一个整个项目的周期分成两部分，就是前一部分呢，就是你去开发去做。这是比较花时间的，这个是我们要边教着呀、啊，边学边做。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你这东西做出来，然后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成绩，怎么去发布啊，怎么去推广啊，写这些论文啊等等，包括一些竞赛。所以说一定要给第二部分留有足够的时间。有的时候呢，太晚的时候呢，就是发现第二部分东西做好了，但是没时间去出结果，这样就不是特别合适。对，所以说。没有说一个绝对最好的时间，但是呢，就是像9年级、10年级，我觉得这个时间比较充足。11年级要做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这个把它计划好啊，也是可以的。对，但是周期的话，大概就是至少半年、1年吧，这个样子。好的，然后刚刚有一位家长说想学 CS 专业，需要学几门编程语言。对，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就是就是搞计算机的，从来看你的水平高不高，不是看你知道多少语言的，而是看你的这个你这个某一个语言是不是练。其实这个想想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学外语，你可以学这个英语，然后学完学西班牙语、学葡萄牙语、学法语，但最后你说你会好多语言，这个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要告诉我说你能用西班牙语写一首诗歌出来，哎，那我就觉得你还挺厉害，对吧？所以说其实最后是看深度的。因为语言它其实只是工具，关键是拿这个语言做什么。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这边其实还是不是说特别说太去在乎你搞很多语言出来，关键是，你要把一个语言搞精。第二的话呢，你要尽早的知道你将来学这个语言是干啥，因为学编程它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去做软件、做应用，要去落地的。它不是其实是为了刷题啊、考试，绝对不是。对，所以说你提早定下来一个目标，你要想做什么项目，然后根据这个项目的需要去学习一些相应的东西，这样比较高效。否则的话，你光学语言其实也是学不完的。对，然后 internship 这个 Aiden 问，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一般会让同学，因为这也是我毕竟在大学工作嘛，有的时候会让大学同学去大学做一些这种相关的科研的实习啊，包括我们讨论这些项目呢，有的时候要跟大学做一个结合呀，在实验室里边有一些工作，所以说这个实习的机会是没有问题的。对，这个到时候其实家长联系我就好了。那家长朋友们还有其他问题吗？哦，那个，哦，对的，remotely 那个大部分的项目都是 remote 做的。因为高中同学的他的问题就是时间。那我们主要的 location 都在南加，然后即使是当地的同学，其实大部分到高中的时候也都是 remote 的多一些，主要还是接受时间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因为涉及到 AI 呀、软件呀，就这些系统的话呢，其实那网上一个电脑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说我们最近做了很多这些硬件系统，也是在网上做了很多最复杂的一些，就是包括一些 3D 打印啊，包括一些机械的东西啊，其实都可以在网上执行，所以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对，前面其实家长还问说，以上6种项目是不是每个都要做，然后先后顺序嘛？对，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其实前面我说了，其实可能家长有点误会啊，就是说，它不是什么先后顺序，其实就是说这一个东西啊，就是大家每做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达到所有这6个目标。OK，只是说我刚才讲的时候，好像让大家感觉是每一个同学他只做了一个，其实不是的，就是每一个项目其实让他们都要去参加这些东西。因为你这样的话，时间利用太高嘛。如果说你因为做了6个东西，你要做6个项目，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对。然后做项目开发一周花多少时间？
就时间这个事情我们比较敏感，就是后来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在美国上的高中，我们一开始也没什么认知，后来到这边呢跟同学接触来发现以后，发现这边的同学确确实实比较忙，所以说他们最没有的东西就是时间。九年级可能还好一些，十年级十一年级确确实实比较辛苦，对，所以说时间上我们从来不敢说去期待太多，对，所以这种项目呢，一般来说，比如说像开发的阶段呢，我们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就是在半年左右啊，一个学期左右把它做出来。那大概这么四五个月、五六个月的时间，一周来说呢，我觉得只要说同学能够保证一周有那么一两个小时能够跟我们有个 meeting，其实这就是基本上是我们的最低要求。当然，同学如果就下面他每周他还能花一两个小时能自己做一些东西，那就更好。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不敢去期待，因为我发现这个事情到后边十年、十一年级都就不现实了，同学不可能在下边，课下他再去自己主动去做这个事情，有点不太现实。所以说，时间上来说，我们比较现实一些，大概就是那么20周、30周这个样子，每周大概能花个大概2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比较具体的，我说。对，然后各位说有没有 CSA 相关的科研项目机会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嘛，就是说，就现在就是一直在带大家做这些科研的这些题目呀，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些科研的题目，就是跟大家商量好，做一个好的规划，然后呢，甚至说把它带到我们的大学啊，去参与到一些科研的活动里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Sue 的问题，mentor 一个 mentor 还是 group mentors？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带项目呢，往往是一个小的 team。对于针对每一个项目，我们这个项目首先呢，因为项目做的东西不一样，对老师的这个技能要求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同学做这个 app，有的同学做 AI，有的同学还会做硬件的东西、机械的东西。所以说，首先呢，我们会有一个这方面的老师呢会参与进去。第二的话呢，包括到后边有一些比较难的东西啊，尤其像什么论文呐、啊。竞赛啊，这些东西我们还得有专门老师来去带。比如我自己，我也会参与很多这些科研和论文的工作。然后我们还有其他一个老师呢，会专门跟进一些竞赛上面的准备。对，基本上我们会说吧，有大概三个老师一起吧，来去推进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大家分工比较明确，能够保证这样一个最后的一个 deliver。然后我打乱顺序啊，我就随便看到那个 Gloria 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最后一个这个创业项目和 USU 之间的那个赛道，对，这个也是大家就是面临选择比较多的，我也是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首先这两个东西都很好，我从来没有说项目就要比 USU 好或者怎么样，都是好东西，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优劣。但是呢，就是说USU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慎重。就是 USU 可能如果家长不知道的话，就是这个美国的新学奥林匹克竞赛，就是五大杯赛，就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以及计算机。计算机我们就叫做新学，就是通过编程来去解题。这竞赛呢比较难，对。然后呢，这个竞赛准备呢就需要同学持续的这种做题啊、刷题啊、练习。对，好处呢也是一个奥林匹克竞赛啊，比较含金量比较高，我认为。那。同时呢，它比较锻炼这个同学的这个编程水平，因为它比较难嘛。对，但是呢，它不好处呢，因为这个竞赛呢比较难。另外呢，它的这个做题啊，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从我们经验来看的话呢，绝大部分同学呢不会特别热衷做这件事情，少部分同学呢愿意去做这个事情，这是非常客观的数据，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夸张的成分。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看同学本身。有些同学如果说他从来就很喜欢搞这种难题。比如说奥数做的也很好，物理也做，他一般来说对于计算机可能他也会很适应。他如果很喜欢这种东西的话，就早早的布置他做就好，没有任何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很显然他不太愿意做这种奥林匹克的东西，我认为千万不要去 push，因为 push 到这个结果非常不好，他会对这个事情非常反感，因为这个题目呢其实是挺难的。所以这是第一，从性质上的考虑。第二的话呢，就是时间上要考虑。USU 的话呢，从高中生来说，其实就是三次机会嘛。你九年级考一次，十年级考一次，十一年级考一次。如果说你九年级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好好去尝试一下，因为你还有时间。但是如果是十和十一的时候，你一定要慎重。首先，十一年级的话，如果你还没有考过，你就千万不要再去考了，因为你基本上没有时间去做这个题了。十年级的话，可能还是可以分出一些时间。对，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背景啊、基础啊来做一个判断。
就这个要果断。就是 USU 的虽然也很好，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你就一定啊考到多少就一定会有什么这个一锤定音的效果，绝对不会。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达这种效果。所以说，有些同学像我们今天提到这些同学，很多连 USU 都没连考都没有考过嘛。所以说，这个很显然它不是一个什么绝对的条件。对，所以说对 USU 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认识。而项目来说的话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两个，一个我说了，相对来说同学比较有积极性，有兴趣；第二的话呢，它出口比较多，它不是说我一年只刷一年题，就考这些竞赛，它其实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很多人可以去写。另外的话，项目的话，它往往有故事、有背景、有经历，所以说它展现的东西可能更加生活化一些，更加真实一些，所以说它有很多这些好处。这两个东西不冲突。如果说你 USU 做得很好，那你项目必然没有问题。Okay, 所以说这两个可以兼顾，主要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将来专业导向呀，以及说你目前的这个情况。对，所以说这个上面，因为我们这也是同学，考 USU 也很多，啊，做项目也很多，所以说这里边呢，其实真的就是要还是要从学生这个兴趣上面去出发，否则的话呢，你后面也很难去出这个结果。费用的话呢，因为这个它涉及到情况比较多，一个是你的难度呀、时间呀，以及这个目标的达成啊，要做多少东西。反正这个一般我们就是常见的做法，就是跟同学要先去开会啊，去商量这个题目，然后根据大概的时间的需求啊等，做一个很具体的一个 plan。然后呢，这个所以这个费用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这可能就是 case by case。这个回头就是说到时候可以跟同学去开会去慢慢把这个题目定好以后再去决定。但一开始，就是说在所有这些计划呀这之前，最重要的其实要跟同学去定好一个题目，其实有好的题目才去做这个东西，否则的话呢，我不觉得一定要需要去搞一个这种项目出来，它毕竟是一个要能够去激发同学兴趣的这样一个东西。对，老师维持不变，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就不变了，当然你不排除有一些时候老师有些特殊情况呀临时的更变，但是一般这种项目的话呢，它因为项目老师我们工作也不是特别多，就那么几个老师，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些。因为这种项目的话，它不是那种标准的课程，对老师要求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讲的，每个老师可能有自己一个侧重的一个领域，包括我自己，我也不是什么都明白，对有些方面我可能还稍微熟悉一些，有些方面也可能也欠缺一些，所以这个，但是就是说，更换的话，其实不是什么特别频繁，然后我看一下刚才还有什么那个，如果编程是一种语言，以后是否可以不用学编程，智能翻译？对对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嘛，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说，所以基本上现在从 ChatGPT 发展的趋势就能感觉到了，就是有一些像我们老师啊，就在大学，现在就有的时候也很麻烦，因为一些基础课的这种作业啊，基本上 ChatGPT 能给你回答的大差不差。对，所以说这个肯定是可以发生的啊，就是说用自然语言去做这个东西。对，但是呢，就是这个，对于编程来说，它确实是替代了一些基础的东西，对，但是它绝对不是说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你给我做一个这个 app， 它全部就做出来，这个还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去走的。对，所以包括我们其实在编程的时候，现在我们也自己也经常用 ChatGPT 来去做一些帮助，但是这个都还是基于在你理解编程、理解计算机的前提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很显然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就包括我们之前有个家长是做律师的，然后我就当时说，我说这个 ChatGPT 对你影响很大呀，我说这个 ChatGPT 最强就是 writing， 因为我很懂啊，因为他就是做自然语言的这个分析嘛。结果那个律师家长根本都不屑一顾，说这个东西他写出来那些律师的文档根本都不可能能去用的，你们外行看起来是很好的，还挺正式的，但其实我们那样一看，这个根本就是漏洞百出。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AI 这个事情嘛，它还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 term 啊，我打上去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学术圈比较喜欢的一个 term， 就是以前这个 AI 呢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现在这个 AI 呢我们喜欢把它叫做这个叫 augmented intelligence。这个 AI， 对，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的概括，就是现在这个 AI 它大概一个作用，它其实并不是说去完全的替代人类，它其实还是一个助手嘛，它能够让把你的工作变得更加的这个放大一些。其实这个我因为我想在座的今天大家都有一些体会了，就是说它确实能把一些工作做得很好，哎，节省我们很多时间呀、精力啊，哎，我们去搞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不用特别的担心这个，就是说
是不是用不用学编程了？对，但是要不要学编程？这个我认为5年之内吧，我觉得这个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这个如果不会编程的话，它其实光靠 AI 还是不行的。但是之后什么样再说了。但是还是我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你 AI 的发展越多，它必然是对这个计算机人才要求越高。这个是我认为是一定的吧。对，然后做什么样的应用项目，老师是不是可以建议？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一般就是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般包括我自己，我经常会跟同学开会，这就聊。就我开会说什么呢？其实就是跟今天给大家看的都一样，就是给大家看这些例子嘛。因为你光说这个项目，其实大家都明白，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呢，你一定要让同学看到说，哦，原来其实项目就是这样做出来，原来这个题目是这样找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些题目呢，其实都是同学身边找出来的东西。这个同学看到以后，他会有很多共鸣。哎，他会发现，哎，其实是啊，原来就这么简单，不是说想象中你一定要搞一个那种哇，我听都听不懂的那种科研的内容，不是。对，所以说这个题目呢，其实在于老师去引导，但是呢，谁来去定这个题目呢？其实要以学生为主体去定这个题目，老师呢，当然要你把关，说这个题目到底合不合适啊，够不够你参加竞赛啊，能不能做出来等等，这个东西老师要把关。但是呢，这个题目和故事呢，必然它是从同学身上出来。对，然后我再看一下刚才是不是漏到什么东西了。对，然后孩子不是学，不一定是学霸，然后学的有一些实用啊、作用啊，然后有所长嘛，然后哪些内容更有实际价值？对，反正今天如果回通俗说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像大学嘛，现在各个大学其实都开很多这种对非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去开的课，那这里面其实几大类嘛，一般呢，首先编程语言。编程语言上面，我们现在都是教 Python 比较多，就是为啥 Python 比较多呢？很简单，因为 Python 的好用，比较好学，它上手很快，那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初学者来说，包括非计算机专业人说，这个学起来就很容易嘛，就很好，就这是第一选择。第二的话呢，就是 Python 它现在应用比较广，比如说现在说到这 AI 啊、数据分析啊，基本上就各行各业都需要用的，所以都能用 Python 来去做，所以这个肯定是首选。那至于说一些应用上的东西，当然这个划分就很多了。你从做这种手机开发呀，Web 开发呀，包括游戏开发，再到一些网络安全呀、AI 啊、数据结构是不是，就是数据分析的这些东西，就很题目很多了。对，但是说，实用价值，那我硬去挑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像 AI 啊这种数据分析啊、机器学习这种可能价值更大吧，因为这个东西各行各业都能用。对，可能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回答。对，然后最后那个问题也是问的比较难，就是说，就不是问的比较难，就是问的比较多，就 USU 啊，关于这个语言的这个情况。对，这个反正我每次可能开会都会简单说一下这个。其实这个事情很好解释。就 USU 的话呢，它考算法，就是3种语言嘛，C++、Python、Java 都可以用。对，但是呢，它早些年，现在最近这个情况好像少了，我没有继续研究。但是早些年的时候呢，用 C++ 呀，包括 Java 的比较多，而 Python 比较少，那导致呢，就是这个组委会呢，他在测试这个程序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时间控制，就是说，因为他这个考试，他对这个程序执行时间是有要求的，所以说，可能他给这个3个程序都是同样的时间的要求，但是后来发现，比如说有些语言可能它本身执行上就快一些，有些会慢一些，那就导致有时候 Python 呢，可能它的就是会有一些缺陷，或者有的时候你就是过不了，所以这个情况是存在的。所以说，一般来说是这样，就是 USU 的话呢，在考同级的时候，第一个级别的时候，这个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3个语言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区别。对，但是到银呢或者以上的话，大部分同学都会选择用 Java 或者是用 C 加加。对，所以说这个家长有时候会问我说，哎，为什么大家都要说学 C 加加呢？等就是 C 加加这个事情，如果家长听就是了解过一些的话，就是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 C 加加是一个比较就是传统的、比较老一点的语言，就是早期的一个语言。然后呢，它早的语言的话呢，它有些地方不太好，就是说它早的语言它就比较难用，它不好用。然后这个新的语言为什么新呢？它就是想把这个老的语言就改得好用一些，所以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到什么 Python 呢，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语言简单好用，就为啥现在大家学的比较多，因为好学嘛，而且同时它还能做的事情更多。而 C++ 呢，就是这个比较笨，这个对你的要求比较高，容易出错。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就一般不让大家去学这个了，因为你学的好像也没啥用了，你花那么多时间。
而且也不值得嘛，所以你要看目标嘛，所以说这就是这两个语言的这个它代表了不同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因为信息学这个东西呢，由于咱们在国内的话呢，其实信息学的体系呢是以 C 加加为主啊，尤其这几个核心的什么 NOIP 啊这几个竞赛，国内的这些竞赛，它这个体系一直都是以 C 加加为主，所以说呢，其实国内的同学包括家长对 C 加加这种了解就比较多一些，但是呢，对于 USU 这个竞赛呢，它的难点不是难在语言上，其实你用什么语言都是可以，它难点还是在难的这个解题思路上面去，对，所以说，所以说你用什么语言不太重要，就是换句话说，你就算换到 C 加加了，这个题你该不会还是不会，它不可能说因为你换到 C 加加这个题就好几了，这个是两码事的，对，所以说，初期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都可以，到后期的时候你可以考虑选择换到 C 加加或者 Java。 然后在美国的话，我们一般其实反而让大家用 Java 多一些，原因很简单，因为 Java 可以照顾你的 AP Computer Science 那个课，就是 AP 计算机课呢，它是考 Java，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些考虑吧。但是 C 加加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说 C 加加是不是优于 Python？ 没有，就是它的就是执行速度上要快一些，这个当然这个就扯了有点多了，这个 C 加加就是它的执行原理啊，它跟机器打交道嘛，所以它快。 Python 的话呢，这个 level 比较高，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经过的步骤多，它就稍微慢一些。对，但是呢，从实用上来说的话， Python 要更实用嘛，因为我刚才讲的像什么 AI 这些东西都是拿 Python 为主，你不可能用 C 加加去做，所以说 C 加加可能现在学了以后它确实用处就很小，在今天来看。对，所以说没有所谓它一定优于派上。对，哦，对 ,USU 的话我刚才解释了，它就可能是早些年的时候这个竞赛的设计上面它会有一些缺陷。这两年似乎我有看像比如说银呢，它的答案呢甚至都是用派上来做的，所以说应该这个问题将来慢慢会越来越小。那家长朋友们还有其他问题吗？哎，好的，没问题，不客气。然后反正估计大家都咱们互相都有微信啊，反正就是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沟通。对，后边我们看吧，如果说那个咱们有时间前提下多给大家做一些这种类似的分享，包括就我刚才讲了，可能后面多针对同学可能做一些这种分享，对，反正包括家长有什么建议啊什么，咱们都可以随时做。好，宋老师，那家长朋友们今天时间比较晚了，然后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好的，好的，老师，对，咱们回头把那个录像再重新发出来就行。好的，嗯嗯。